地球黄金线改版了，第一集来宾是姚元浩。黑色跑车驰骋在蜿蜒五指山，左弯右拐通通难不倒，油门收放甩尾顺畅，然而驾驶是谁意想不到。大哥觉得如何？其实你开得蛮顺的，所以这台车其实也可以让女生开啊。我觉得它是女生开起来会有驾驭乐趣的车。主播苏宗仪化身超跑女神，技术下下轿，专业跑车达人技术更上层楼，就像飞机要起飞这样。主播苏宗仪接棒节目，本来就对车子有研究的他，和来宾互动，谈起跑车经，头头是道。而且有这台车的人都是人中龙凤。而且我们说到 Brad Series， 其实如果说几大特点的话，第一就是它的空力套件，对，绝对让你觉得与众不同。对，再来就是加大了马力。今天非常欢迎姚元浩，大家都知道他爱车成痴，但是从来没有这样公开过他的收藏。今天带来了爱车。就连演员姚元浩也开来收藏已久的经典跑车上节目。其实车子在有遇到那个凹凸不平的路况的时候，这个轮胎的是会往里面八字形的在跑的。姚元浩分享保养改装爱车理念毫不马虎，专业达人分析加上高规格把整台跑车开进摄影棚，结合外景试车，节目改版给观众不一样的视听感受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